首先，为咗提高大家嘅学习机会，午饭时间由原本嘅1小时0分钟，系改为30分钟嘅。30分钟午饭时间过咗之后，大家提早去图书馆自修。啊，所有学科每日1小测，3日1大测，唔合格嘅就留堂。仲有违反纪律。 即時記過，3個小過等於1個大過，冇得緩刑，冇得求情。羅Sir，Sorry Sir，我唔係有心噶。Thank you Sir，Goodbye Sir。哼，算你哋知驚，冇收埋啲煙仔響度。 做咩？系啊，做得好。老 Sir， 咦，老 Sir？ 整翻转嚟，一个二个古古怪怪，喺度做乜嘢？点解唔香啊？做嗰啲咩嚟啊？嗯？哈！仲俾我人赃并获，食烟仔，边个食烟仔？讲，一定系我哋噶。唔俾系啲校工食嘅咩？阿 Sir， 骨圆饭胎偷屎卷，又想摸你食烟啊？阿 Sir， 你捉到我嚟索下，喷下就话啫。 仲唔只得你一个人喎，要其他人见到先得噶嘛？想告得呀，都要有证据嘅。仲要系直接证据、间接证据，法庭都唔受理咁好。老 Sir， 唔好意思，够钟上堂。Excuse me。5+2。老 Sir， 够钟上堂。迟啲我实捉晒你哋。 阿罗 Sir， 借问声呢部机系咪你噶？冇错，部机系我嘅。校长，真系佢啦，佢认啦。罗 Sir， 你好过分喎！咪啦，变态！咩啊？呢个咩啊？上家，你搞喊人！得啦，大家静啲啊！唔安静啊！阿罗 Sir， 嗱，今次真系唔讲一笑，你做咩无端端摆部摄录机喺站内房？校长，件事系咁嘅，正案发现学生匿埋食烟，我将部摄录机摆个好隐蔽嘅地方，而拍低啲罪证嘅。 咁啊，罗 Sir， 麻烦你自己睇翻你自己拍低啲罪证啦。好啊。点解会咁嘅？真系好啊！校长，摆明就系罗 Sir 咸湿啦。罗 Sir 都咸湿啦，变态啊！校长，件事唔可以就咁算噶。系啊，报警。我明啦，你哋几个夹埋想屈我。而家有晒证据噶，我哋女仔嚟噶，唔通随时心嚟屈你啊？你唔好谂住唔赢啊！我最多搵3個部8分，冇搞大佢噶咋。 大家手安无躁，我一定会主持公道嘅。不过咧，你哋俾少少时间我先吓。好，我就俾面校长你。罗 Sir， 阿副校，系嚟我 office。校长，你听我讲啊，今次系佢哋set嘅局嚟噶。如果我真系影佢哋换衫嘅话，我会唔会蠢到认嗰部机系我嘅先？我信你冇用啊！而家班学生证据确凿，如果我当冇事发生嘅。 佢哋会就咁算咩？佢哋仲话稳定报馆杂志噶啦，一见报就影响校誉，一影响校誉咧，啲家长就叫啲学生退学，一多人退学就散校噶啦。阿罗 Sir， 不如你教下我点样做？我知道应该点样做，你放心啦，校长，我唔会要你难做。听日一朝早，我封辞职信会放喺你台面。罗 Sir， 你系一个肯承担嘅好老师，亦都好有抱负，可惜。 你出世迟咗30年，我真系心表同情，我系冇能做。错，终有一日我会证明俾你睇，我系冇错噶。
思喎，羅 Sir， 掟親你添。一早叫你睇路噶啦，羅 Sir。唔好咁叫人啦，人哋而家都冇阿 Sir 咯。頭先 lunch 有冇爬曬啲飯啊？出咗呢個門口，千祈唔好望翻轉頭啦。係咯。喂，爷爷，咩事揾到我咁急啊？吓！爷爷，阿妈佢，点解你咁迟知嚟噶？你个电话打极都冇人听嘅。爷爷啊，系咪好攰啊？都话咗你唔使嚟噶啦。你阿堂叔堂婶啊，又话有事唔得闲嚟送你阿妈。如果连我都唔嚟啊，咁咪仲孤清？有心啦，有心有心啦。嚟，大伯，大伯爷，堂叔堂婶，你挂住听嘢叫人啊？系。先头你话唔得闲嚟噶嘛？咁而家。哎呀，你要過咗食晏嗰陣先望完噶嘛，咁咪嗱嗱嗱趕嚟咯。哎呀，遲就遲啲，不過遲到好過冇到啊嘛。而家趕到食你阿媽餐英雄宴啊，我個心都覺得安樂啲咯。咁多位啊，自己人啊，你快啊，阿華，去開支紅酒咧。嚇？哎，你阿媽腦中風都冇事，而家只要行去啫，叫做賺咗啦。開支酒賀賀佢咯，嚇。阿伙計啊，麻煩你嚇，開支紅酒，唔該。先頭大家咁有心啊，送我家嫂上山，係公子，每人攞翻封英雄利是啊！喂，好嘢啊，上頭上路。英雄利是係俾啲有上山嘅人攞喎。我唔買嘅，我攞個意頭嘅啫，老婆。係，我哋人未到啫，但係我心到咗啊嘛。咁而家都趕到嚟食你媽親英雄飯啦，咁攞翻封英雄利是先啱規矩㗎。阿大伯。我哋就食完噶啦，誒係咪可以走先咯？啊，有心啊，有心有心。老豆老豆，剩翻咁多好嘥啫。伙計伙計，唔該你通通同我打包。英雄飯都打包，我哋兩公婆百無禁忌嘅，茶餐廳啱用嘛，環保啊。之前兵荒馬亂啊，顧住搞你阿媽嘅身後事，有啲嘢都唔記得同你講添。乜嘢啊？係你阿媽嘅遺願嚟噶。你阿媽咧知道你好孝順，佢話唔理自己中唔中意都好，只要佢講嘅，你係聽曬佢話。佢話佢走咗之後咧，就想你開開心心做翻你自己中意做嘅嘢。我中意做嘅嘢。你而家睇緊嘅係 TVB USA 官方頻道，想睇更多 TVB 精彩嘅節目片段，就快啲撳埋下面個鐘仔 subscribe 啦！